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我是四大美人之首西施。当年我就是在江边浣纱的时候，轻轻拨动了一下水面，渡过的鱼儿就因为我的美貌而忘记了游动，沉入水底。所以你的朋友是条鱼，是一条小鱼。我的鱼儿呢？来了吗？今天来了，小鱼儿，西施的鱼儿。还穿着粉色的裙子，你的小鱼出场了，有可能是一条老鱼啊！哇塞，这是鱼吗？你看看这个鱼，这个鱼怎么老花了呀？还是企鹅？这得迎接一下是不是？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太可爱了！哎呀，Hello！你干啥？ 别瞎了，我干什么？不跟你的CP握手，敢握我CP的手，小心一下给你握断了。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大家都知道形容西施的美是沉鱼落雁，我就是那条沉鱼。你是那条咸鱼？我为什么沉了呢？就那天我鱼食吃太多了，啊，吃撑了，所以沉下去了。你对蒋依依老师有什么不满吗？ 没骑过，来来来，上马上马，不要，上马，别气儿了，一会儿。好，欢迎两位，欢迎，欢迎。仙女儿啊，好美啊！怎么看我笑了？菲菲姐一出来，看到一帮妖魔鬼怪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夹子音的七仙女。哦，七仙女。我平时呢？ 都是帮忙木娘娘照看这个蟠桃。哎，那我们是一个单位的。你们这群妖魔鬼怪也太可怕了！我想，跟我的桃树君，让他变成人。我要到凡间做一次侠女，跟他共赴尘缘。怎么还分裂了呢？我的桃树君呢？来了来了来了！我的桃树君在哪里啊？ 维密，这不是巴黎十三州回来的吗？哎，真的很像哎！我的桃树，哎呀，我这像不像维密？我吃了这个蟠桃，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人了？不可以！我是桃树君。 我想变成人，如果变成人的话，我就可以跟子儿一起共赴人间。哦，原来我叫子儿呀，我才知道。七仙女和桃树君还有一部作品，请两位为我们介绍一下。我们的作品就让我们变成人之后，我就可以做侠女了。我们的作品叫做《尘缘》，他是我的小乖乖。哦，小乖乖，磕到了，磕到了。 太有人儿！哇哦！哎呀！我是三圣母。三圣母，对，我与凡人相恋，被压在了华山下面。沉香特别的孝顺。 金山救母，借助了宝莲灯，所以把我救了出来。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宝莲灯，然后我要让我的法宝变成人形。我的灯呢？来了，灯呢？快点，灯！我们都是你的电灯泡。说谁呢？哇！
你是个灯，你还怕亮啊？谁是个灯？你呀！啊，戴了墨镜。你这明显是个黑灯瞎火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是郭富城内地巡回演唱会的新造型。哇，你好像一个组呀！我是郭富城的伴舞，我们俩都是舞团，好了，不要再这样了，好了。海哥，你的 CP 在这儿呢。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不好意思呢？你好，主任你好。他那一套是不是我这做错的废料做的？哎，你怎么缩回去了？乌龟保护的时候不就得缩进去吗？就说你是一只龟吗？还非说自己是扇子。天哪，这么一看，节目组对你太好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只有我是人。你这个衣服简直是不是一个剧组的？我是三圣母的宝器，宝莲灯。 我可以除恶降魔，我站着的时候呢，我就是个落地灯；我坐的时候，我就是个台灯；我摇头的时候，我就是个摇头灯；对，我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就是等灯打灯。啊！我想让你变成吊灯。吊灯，让你变成吊灯。美丽姐的怒火已经攻心了，把你变成吊灯。差点那一个鞭子就上脸了。我觉得这样吧。 因为我看过美丽姐非常多的那种花式的那种大招，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真正的冠军的一脚，或者裸脚都可以。裸脚就算了，姐，裸脚就录不下去了，让你有一分半的睡眠。太可爱了，一分半的睡眠，真的要感受吗？我的妈呀！美丽，你注意点，这人有碰瓷的前科。 一成功力啊！一成功力，多了不能再有了啊！好的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我说的嘛，有碰瓷儿，严哥，这就是马失前蹄。杨一天，工伤，马都给我气漏气儿了。各位成员，欢迎大家来到浙江新昌。 也再次欢迎今天的五位嘉宾。好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新昌有1100多年的历史，素有“东南眉目”之美誉，是唐诗之路、茶道之源的精华所在。今天大家都是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。哦。 哦，可不吗？你看你那儿是一底下有条鱼。<笑>你们听说有一次让万物幻化成人的机会，所以汇聚到了这里。但是想要成为真正的人，形态上的转换只是表象，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人应该有的思想和内涵。而诗歌就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思想和内涵的重要载体。 我们所在的新昌被称为中国唐诗名城，其中更有一首千古名篇，它就是诗仙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。哦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千古名篇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。 哇，好高级啊！好高级啊！梦游天姥吟留别，它中间那一段怎么空白了呢？少了中间少了一段，少东西。相传，立夏前后，当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每一个字都沐浴在月光之下时，这首诗就会释放出神奇的光芒。 让万物感受这首诗的魅力，从而幻化成人。